我也没事。他的这个肚子，肚子不正常，感觉我摸就对，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情况。因为之前他虽然胖，但是他不会像肚子里边不会像这么长，而且他最近就是，比较喜欢睡觉，不喜欢吃饭。有，是不是有？有，心脏本身不好。心脏本身不好。他如果心脏病导致的腹水的话，那基本上就很难。先查查吧，先查查。等稍微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只能给他做一个。馒头，馒头，不舒服是吧？一会儿就好了。哎呦，这是俺馒头抱着。他先天性的心肺功能不好。测一下，看一下就好。都是谁？就是起源就是心脏不好。对，比如说右心水，心脏衰竭，右心衰有可能会造成腹水。没事，馒头，别害怕。大概率是这个腹膜炎。腹膜炎的概率更大一点，年龄太高了，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疾病，治愈率都是非常低的，或者到这个程度治愈率都是非常低的。再包括他从小就有心肺方面的问题，因为如果说是腹膜炎一类的话，可能需要去给他开腹冲洗，但是以他这个身体条件不一定能达到那么多的情况。哎，谢谢了。现在就是不能确定是心源性的还是腹膜炎引起的。对，因为我看他这个心脏的话，也没有说明显出现的心房啊，或者这个明显的这个扩张。然后拍片的话，看着这个心脏形态是有异常的，但是也没有出现这个肺水肿。这个腹腔的话，因为他不管怎么样，他白细胞很高，然后再加上腹水这么多，他不论是心源性的还是说是像这种腹膜炎，治疗起来他这个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。就是能活下来的希望不大，特别如果是心源性的话，基本上是活不了的。如果心源性的对，如果是心源性的是根本基本上活不了的。如果是腹膜炎一类的话，那么死亡率也是非常高，就能活下来的希望也是很低的。而且它这个如果是腹膜炎，它的治疗方面的话，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哪种的方案就是能最高那个就是最大几率保住他的性命？那就给他再查个生化看看。查生化看看他有没有低蛋白，低蛋白的话就给他静脉输蛋白，然后再接着给他用药。就是其实以他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腹水这个情况来看，他的存活几率是就是不高的，太严重了。就是他就是不论是哪一种情况，不论是哪一种结果，他这个腹水出现存活几率都不是特别高的。我就现在最怕的是这个。给他太高，就是给他这些所有的都给他用上，最好都给他用上，最后保住他的命。是吗？
天不吐，就是吃的少。胸二号就是七三七梅，七三七梅。如果说这个心脏病的话，七三七梅也不高。就目前来说，就是他心脏也是出现问题。心脏也是有问题。心脏问题再加上这个酒更高。心脏问题的话，就还不能大量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康，咱们小院的馒头，今天带到医院这边来检查了。说实在，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一个沉重的，因为当时馒头是咱们在小院里面给毛孩子们做大检查的时候，发现他肚子鼓鼓的嘛，就不是很正常。当时就想着是不是吃的太多，消化不良或者胀气怎么造成的。但是没想到带到医院这边来之后呢，就是大夫告诉我们说馒头是腹水，然后它的治愈率啊是非常低的，但是而且费用特别的高。然后现在那我就想嘛，哪怕它的费用再高，哪怕它的治愈率再低，就是有一线的希望，我也要去给它去治疗，我不会轻易的去放弃。所以现在馒头就在这边已经开始接受治疗了，咱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为馒头祈福吧，希望馒头能够扛过去啊，然后扛过去能够治好。真的，家人，就说这么多吧。